Hello。其實就唔係好夜，不過可能我冇瞓到覺。覺得時間過得好耐，好似好快。你哋好咩？嗱，不如欣賞下我背景，好耐冇見過呢個背景，或者睇下有啲咩指出嚟，話俾我聽，即係落我嘅事。老靚呢，店長，今晚同我拍喎，好耐冇見過同店長嘅組合。耐到我都唔記得咗。等千兒玉步俾你哋睇下，可唔可以袋？終於我哋又翻去九月嘅懷抱啦！九月要再次上路啦，真係陰功！加油，向前衝！因為放假放咗好耐，所以好開心。嗨，咁夜嘅係啊，同店長就係呢個時間噶啦。冇啊！我而家已經係步入呢個好似冬眠嘅狀態，因為四十八個鐘冇瞓到覺，但係仲講到嘢，唔使擔心。好啦，我哋咧講下我哋一連串嘅開學必備，或者大家你要步入呢、這個嗰啲叫咩？你唔想話咩？頭先你講咩啊 ？Interview 嘅時間，同埋呢個開學的時間，即是你那個 Lindy 可以掛一棵聰明在那裡衝，掛一棵聰的時間。什麼啊？真的見到我。接著見到他就 Lindy。真的見到他。不要緊，那我繼續可以見到其他 Lindy， 或者可以見到其他袋。那位朋友仔想買個袋，又開下心這樣啦，我有很多，即係好多選擇嘅，咁其實平貴都風險有份嘅。咁但係如果啲朋友仔中意買全新咧，又想裝到 file 咧，你未瞓啱出去食完宵夜哦，哇，好陰陰，好食。跟住好啦，咁跟住就可以揀一啲大少少可以裝到 file 嘅。咁我啲朋友仔因為 interview 佢真係要裝佢啲嘢，咁如果揸住個 Lindy 就要分開另外一個袋咁裝啦。咁就搶考慮高人，考慮高人係啊，可以考慮高人。都見過好多朋友仔要大嘅袋嘛，因為要載住 file， 同埋都要好多嘢拎咁樣，準備好啲水啊、嘢食啊，即係比較繁忙。咁唔緊要咯，大家咧有需要嘅幾大個，我哋都會揾到俾你嘅。嗯，好啦，咁希望有一隻你會中意啦。咁如果想玩遊遊，好多朋友就會買翻加 GP 啦。有啲朋友因為佢覺得 GP 啦，我就覺得如果啲朋友好想買，可能買翻金剛色啦，咁樣可能會覺得容易襯你去 interview 嘅衫，因為你都會比較著得斯文啲嘅。我估啦嚇，或者有啲朋友著得野情信咁，我都或者 OK 嘅，我唔知。咁都係好個人嘅，咁但我覺得通常去 interview 或者去求開學咧，大家都會比較咩話？驚我日本翻唔到嚟，我係我明白啊，我都聽到啲人咁講啊，有啲朋友都 send 相俾我睇，話唔知咩新幹線話停咗，咪真嘅咧？我知係真嘅，我冇事，我真係好多時候我屙到嗰個八日，我係由東京玩到大阪，係除咗我由東京落大阪嗰日嘅朝頭早落咗一陣雨之外，我 all the way 都係咁好天，我都多謝日本歡迎我。係啊，Hello Michelle， 真係都四十八小時冇瞓覺個樣真係好得意，覺得好飄。好，我哋開始講我哋今晚嘅靚袋啦，叫啲袋再漂啲。咁我哋咧講下一啲大家可以裝個 file 嘅手袋啦。咁如果大家想買全新咧，我後面翻住有一系列嘅 GP 啦。咁如果你想買pre-loved for 嘅，亦都有好多選擇嘅。咁如果大家想買啲係啲咩咧，話俾我知啦。咁我攞俾你睇先啦，就唔使你等啦。OK。咁我哋講咗我哋今晚店長揀書嘅手袋之後咧，大家都可以隨時話俾我知你突然間想睇啲咩，我都會攞俾大家睇嘅。好，我哋就開始我哋今晚嘅手袋，好嘛？咩話 ，B B？ 我試試，其實咧得噶啦，店長，
你要所有的袋其實都可以的，如果買一個小的呢，你就買一個環保袋幫你載住包啦，買一個大的那就不用想那麼多東西了，直接載下去啦。我不知道會再說，不是他有說的，一到我都知道。好啦，咁第一位出嚟咧就呢個咧就愛滿嘅，都可以載曬所有嘢。OK， 咁呢個就一個粉紅色嘅CD 嘅 book 套啦。咁跟住佢嘅 size 咧，咩都上薄嘅，載曬你啲嘢啦。咁唔係好重啦。咁如果你覺得我唔需要內袋嘅朋友，其實就咁載正正方方，你又載個花盒啦，又載到你啲嘢咁樣嘅。想要花巧啲嘅就可以買條 CD trip 啦，綁個蝴蝶咁樣啦。或者掛呢排你中意嘅 charm 啦 ，OK， 咁呢個就粉紅色嘅，開心啲嘅感覺係比較靚靚咁樣。咁如果你中意著啲灰灰地色啊，或者深色嘅衫，咁呢個袋都係一個，即係都係一個成件事可以 wrap 咗件，即係嗰個成個通咁樣啦。咁呢個咧係店長話好抵嘅，好，咁我抵到點咧？係啊，唔抵啊！係啊，好抵。好，我攞埋個灰色俾大家睇下，因為有啲朋友仔中意睇灰色嘅。我開咗個啦，唔使你開。好，我俾壓力你，你要諗下先，我攞個灰色落嚟。我開咗噶啦。咁咧呢類咁嘅手袋咧，其實我哋有好多選擇嘅，我哋可以揀 CD 啦、L 棍啦。哇！你咁叻嘅，我抽唔到啊！我又抽唔到啦，我個同事又抽唔到啊 ！Hello Annie， 你咁叻嘅，你抽到嘅你好啦，你出街用下啦。抽唔到，我淨係買咗嗰個 Vivienne 嗰個 biscuit 都未食。粉紅色嗰個係9800。粉紅色依個係9800。粉紅色有9800，是真心做靚價俾大家嘅。咁呢個咧灰色，我想話兩個粉紅色呢個係 pre love 嚟噶嘛，是但係好新。灰色都係 pre love。灰色幾多錢啊？灰色係15000。15000灰色，呢個9800。OK， 咁兩隻都係同一個 size 噶啦。咁如果要抵玩啲襯下衫嘅，咁呢個啦。咁如果你話我都係中意穩陣式嘅，就依、這個咩？點樣可以抽到 lucky 咯？真係有十幾個，我前前後後嗱，我入去有四個 family 啦。咁我有四個人，佢哋前面有四個，有一對情侶，即係兩個、四個，我四個，再加後邊四個，唔係抽到 poster 就係抽到。是我後面那個四個那個四人 family， 佢抽到其中一個抽到顏色筆之外，是冇人抽到。但我去食 tea 嘅時候就見到有幾台都抽一兩台抽到你話嗰個薄套抽唔到。我哋見到上網有得賣，但我哋又冇諗住買，我哋覺得呢啲嘢抽到就抽到，抽唔到就算，就係咁。嗯，你好 lucky 啊呢套客。好啦，咁大家考慮一下。其實是你老公抽到，他抽到的時候你尖叫出來，連個 staff 都說你們好彩，是真的好彩，我覺得。因為如果他是成那我現在你 total 有成十幾廿人，這裡都沒有人是抽到一個的話，即可能是到30個或40個才抽到一個，我估或者100個50、50這樣，我估每天都應該有10個、8個啩，我估我唔知道。其實啲 appointment 而家好鬆嘅，又唔係真係好多人入去睇。咁但係我覺得抽到就真係好 lucky 咯。我放翻喺度先啦，點嘅？我驚我一慢慢放，係啦。好叻啊，你個 honey。好啦，咁呢個真係第一9800。好啦，下一樣，下一樣咧就係、是，咦？點樣？你想我繼續講 tote bag 啊？講埋個 Goya 先。好啦，咁有啲朋友仔就會中意Goya 啦 ，Goya 都係可以載到多啲嘢嘅。咁 Goya 咧就最大的分別就係佢有拉鏈啊，條拉鏈。啲朋友係覺得有拉鏈安全啲嘅朋友咧，咁就可以考慮 Goya 咧，即係勁興啦。咁呢個咧就係中意冇咁。Q 的朋友可以選擇，他這個就是沒有心心在上面，
就咁最簡單咁樣。呢排真係我見大家好中意、好中意、好中意嘅手袋，咁啊真係幾靚嘅，同好實用啦。咁呢個黑色底啡色嘅皮帶嘅，咁如果大家中意就可以帶咗佢啦。呢個店長你係咪個八字喺我度啊？21,800。Hi Christine。有沒有簡單款的波呀？有，我看看。是嗎？今天有深深就23,800，是嗎？有深深22,800，咁另外仲有兩隻有黑白相實，白色13,800，黑色14,500，都係呢類型嘅薄套。Hello Ada， 佢哋話係咪香港嘅 Starbucks 有 Miffy 啊？我見到佢哋賣廣告。好得意，佢哋影相影得好好，佢哋 Miffy 喺個 counter 度值得值意，值意。最中意睇人影衣相，影嗰啲公仔相。嚇咩啊？有，幾好啊！你講，我覺得黑白都好靚，其實白色都好靚哦。白色都靚。係啊，白色好靚。不要忘記幫你揾好價 Birkin 25，我記得。店長記得，係啊，咁好啦，我哋繼續下一樣啦。咁啊，店長有乜事啊？點解有一棟嘅呢個？我想借咩嚟？係啊，你都想話我知係啊？我仲見到啲人 post 咧，嗰啲咩 Miffy 咩區咧，話咧依個 GU 咧係有呢個 Miffy 嘅短袖衫，黑色橫間，跟住有隻 Miffy 頭嘅。但係我喺日本乜嘢都睇唔到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我從來未試過喺白日係冇行街。我在街上行，但我沒有行過去 shopping 的地方。 Hi Jane， 所以我今次是唯一沒有買東西的一次。好慳。好，這個是一個玫瑰金的它啦，點著下都挺美的，這個全新的這個。我數得出我買了什麼，我買了一樣東西很厲害，我覺得自己。Kuma 我有去 visit 的，但是沒有，他的粉紅色胸毛沒有被人買了。很難找到，他每次都買不到，唉，真是慘。好了，多少錢呢？這隻全身5,500，很漂亮。我看看另外一隻什麼顏色，是不是其他顏色？好，哇，這隻很漂亮喔，這個款新款來的喔。好了，我們看一隻新款，這隻我覺得你們要買。哇，這隻真的很漂亮啊，店長，是不是啊？它怎樣用的呢？它是很簡單，你好像往時這樣按一模一樣這樣用，這樣打開，這樣戴。哇，這隻新款真的很漂亮啊，我想找一下 Cindy 出來。 Cindy 不知道今晚行不行看我呢？你知道我們啊，下個禮拜又要去什麼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他一早去了，他說一早已經 revision 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，這隻新款5,680，哇，好靓呢只，仲要系黑金，超靓嘅款，我都中意呢个。Ada， 咁你会唔会买只 Miffy 玩下咁？唔知几时有咧？系咪就有啦？哇，呢个又系奶茶玫瑰金，咁靓嘅，店长你翻嗰啲颜色。咁呢個咧係咪都係5,500？好靚，冇收嘅。哇，仲有白色添喎！Hi Janet， 早晨。哇，
啊，好鬼靓喎，店长真系，好耐冇试过有冲动买呢只牙啦，几靓，你哋快啲买咯，幼幼地好易戴呢只，有新款，唉，快啲召唤阿 Cindy 出嚟先，希望佢 feel 到我哋做紧 live， feel 到。A connection 同你，feel 到啦 ，feel 到啦。可能佢忙得就 feel 唔到。咁快翻香港嘅，我去咗好耐噶啦 ，Janet。你有冇发觉呢个 background 好陌生啊？连我自己翻到嚟都有啲唔惯。我好耐冇试过咁耐唔使。聽日可以上網買哦，等我聽日上網睇下先。Hi Fatline Starbucks Miffy， 玫瑰金金，玫瑰金黑色細 pop batch， 幾錢？4,800。4,800，好靚啊呢只。店長翻咗好靚嘅 accessory， 好中意新啊！你們快啲帶走佢。好啦，下一樣唔係咁依個嘛 ？OK 好啊，好下一個平靚正之選。好，呢個係一個。你仲咩？仲攞只花花煲出？發啦話咩？仲未攞係咪啊？我一陣放工就可以啦，就快12點。咦，可以喎、啊，冇咁快放工喎、啊。哦哦，即係上環啊！係啊係啊，好靚啊只，5,980，仲未攞，做乜唔嚟攞啊？你好忙係咪？同埋咧，我個 plan 咧係好多 plan， 但我係冇一樣嘢去到咯。我又去唔到嗰個賽車場啦，我又去唔到呢個川上龍嗰、那個誒嗰、那個京都嗰個展覽啦，所以唉，算了，我都係翻嚟落到一號船。Hello Tony， 我放棄咗。好啦，呢個係一個 Tony Bridge 嘅 Catch。就咁嘅啫，咁你可以咁樣揸住，型型地。唔係一條片咩？揾緊，我暫時見唔到，唔知點樣咪收埋咗。可能真係收埋咗。你現咗喺瑞士睇我直播，多謝你。你唔使擔心，我會問你有冇食瑞士糖嘅。有冇去滴滴嚟？冇啊，熱得滯，佢哋話唔去。我告訴你，我想去的全部都沒有去過，例如我說要去這個愉快動物餅的 show， 他會橫濱沒有，跟著06賽車場沒有，跟著迪迪尼沒有，不是去到時我沒有買 fast pass， 所以不用那麼急、啊、因為迪迪尼是入到去才按的 fast pass， 不是環球影城要先買的，即是唔使買定嘅，係啊。咁跟住咧，總之我要去嘅全部都冇去。咁我究竟去咗邊？真係日日喺條街度蕩，而冇意識地做任何嘢，亦都冇買嘢嗰下搞笑，我都覺得自己好搞笑，好似導遊咁啊，飛騎喺度。幾多錢？揾翻條鏈先再講，冇啦，冇講。但我也有做一件事的，我買了這個川上龍的東西，是啊，買一個 cushion 給自己，是啊，啊是啊，也有買一個 cushion， 就是這樣，最厲害買一個 cushion。 Hi 新月，說了很多年了，說了10年都沒買過那個大 cushion， 有毛毛的，要有，是啊，有沒有五手花鏈？只係得黑色 Tony， 暫時。你有冇興趣？我諗冇人去日本去到我咁噶啦，話你聽。
好，這個新翻的戒指皮的錢五花黑色多少錢？不要給壓力他。那這個戒指多少錢？三千多？戒指我看到我這裡有定粗有過不是喎、啊、有定粗有兩個 H 是兩個 H 是三千一百八十，五花三千，五花腩或者可以買到三千，我幫你揾啦，咩插埋邊度啊 ？Sir 又，但係好勁，我食咗去咗八日，食咗六日都係鮮肉咯，好勁我自己。同埋又飲唔到我嗰、那個，飲唔到我嗰、那個飲唔到我個 smoothie 咯。除咗我去中野買嗰個 cushion 嘅時候飲咗一次，好五花黑金。有一層是頸鏈的，如果你穿一套大袖咦幾靚啊，咁幾多錢啊？個手鏈是31,800，佢係pre-love 嘅，不過好新好新好新，咁幾多年啊？19,500，好，你翻去兩條靚靚啊，店長先。好啦，下一個 GG 嘅斜咩 camera bag。pre-love 嚟嘅復古樣，加錢喺我度2,500 pre-love 嚟嘅，好抵喎2,500店長。你知唔知我咧去旅行去到咧，我同我店長我覺得有啲陌生感，我好少同佢咁耐冇見。幾日咁啊？但我覺得好似去咗好耐咁，可能真係唔知點解。唔通真係一日唔見，可以爭個三日抽？講真嘅喎，唔知點解咧？唔好笑啦！唔真㗎，你唔覺得好似嗰日我哋去整嗰啲嘢，好似好耐之前嘅事咁嘅咩？咩嘢？我哋嗰日去搞嗰個啊，傾偈啊。好呢、這個金色 Kelly Lock 嘅，呢、這個係黑色嘅皮嚟嘅。咁樣，呢、這個全新嘅2,980。哇！我講下啲袋先。好，下一個 vintage 嘅絲絲布嘅，咁呢個出嚟嘅效果好靚，可以打斜咩？條帶本身係好長嘅，只不過個扣咗個扣，所以勾短咗佢啫。你可以除咗之後咧，除咗之後咧就可以夠曬你打斜咩？呢款好靚，小盒子。喂，十七幾多錢呢個？好，12,800。大家唔使擔心，我哋今晚唔會講得曬啲嘢，要留翻啲聽晚講。因為佢好似去太空咁嗰日，我覺得我講得唔夠唔夠 detail， 再 detail 啲。好，呢、這個都係一個男女通用嘅巴黎世家嘅 pose 啦。咁我覺得呢個好多女仔都會中意就咁型型地嘅，但係男士而家都會中意裝下長包啊、電話啊、紙巾啊，好即係好好裝啊！呢啲簡單，同埋你好易襯，黑色唔使鏡住用啦。咁我覺得真係呢個係
好實用啊！呢個同埋好新啊！呢個幾多錢啊？我睇下裏邊有冇先。冇價錢啊！3,300，3,300，3,300，好靚呢個。跟住紅人又買唔到啦。啊！我冇買公仔咧，買兩隻細咯。上次我俾大家聽，我東京車站有一隻買唔到嘅，我今次揾翻啦，喺呢個天王寺。是啊，買曬兩隻。好，下一個，右下角有個簽名，等我諗下先。今晚轉數好慢。Mon，好耐啦，那個簽名住咗喺度。好了，下一個，這個是一個金色的19，這個19呢，如果大家喜歡 sharp 性一點，其實它都 OK， 容易襯。看看先，咦，為什麼黏黏到這麼含的，他咁呢個咧，我睇下點樣賣幾多錢，我睇下佢係咩嚟先。29,800，29,800，同埋佢好新啊！呢個拉低少少啊，同埋咧，我發覺有啲朋友仔都講得啱。我其實前排冇話俾大家聽，我好中意食零食嘅，但係因為我去成日喺度街度，我冇機會食零食。翻到酒店我又唔知點解冇食啊，雪糕都冇乜點食。跟住咧，我真係覺得原來唔食零食係爭好遠嘅，點解？係啊，唔食零食真係爭好遠，即係冇話肥得咁緊要，係啊。之前真係日日咧喺屋企見到咩都薯片係咁分鐘都要開。但現在就沒有，而且瘋狂地行街是很好，好像我上次在韓國那樣行了5日5夜，真的瘦很多，上次今次也有瘦，但是沒有韓國那麼瘦。但韓國那時候是冬天的，如果今次真的可以盡情地再行的話都 OK。 29,800 這個超大，好新。好了，下一個 Lindy，這個 Lindy 是69,800，26來的黑金，黑金26。這個黑金26是不是97新呢？怎麼樣？97新好新，貼紙在這裡。蛤？68,800，便宜了喎。這個很實用啊，這個我覺得。黑金真是美。你看，我呢，因為我不是在這裡走的，我竟然回來了，店長請我吃，我很開心，因為我沒得買，我去那裡沒有。為什麼你不買？我也不是東京走，沒得買。好了，下一個，下一個就是 scarf ring， 是吧？哇，很多 scarf ring 啊，你有啊，店長？講曬三隻俾大家睇下先。咁我哋有之前咧嗰啲俾大家買曬啦。咁今次咧我哋翻咗 scarf ring， 咁我哋有好靚嘅玫瑰金同埋銀色。其實呢兩個款咧，我覺得金銀大家都需要，即係買 玫瑰金同銀都需要，因為咧佢真係好易襯你哋屋企所有嘅金，佢真係超靚。三隻全新翻貨，是不是1,880？1,880全新啊！好，小心。好，下一隻牛骨耳環手袋，一邊是 Kelly Lock， 一邊就是 Kelly 袋，喜歡 Q 一點的你。其實很漂亮的耳環。2,500全新啊，全身2,500，好對。好了，講啲女仔啲噶啦，薰衣草銀色，女仔啲呢只，勁靚，
好多 accessory 啊，今晚真係即係超靚啲 accessory， 同埋好中意新款嗰隻盒就靚。好，我講下一樣，係啊，手袋，好啦 ，FF 冰川白，係有長底，俾長底大家睇下先。有幾長試下先，可唔可以打斜咩？你嗰次啊？咩話？嗱，今次我留翻啲咁重要嘅問題，店長自己答。咩又話我放曬喺個位度咁樣？嗱，我哋試下咪喺位度啦，唔好咁，唉，冇嘢。最多似個鳳凰花咁打下。大嘅廿四廿四有冇有啊？大嘅廿四廿四。係咪廿九啊？嗰只黑牙。好靚喎呢只，好抵，仲要係。好新好新好新，等等，要慢慢除翻落嚟。少少小痕跡，收咗好多。我答你係啊，我真係覺得係，我瘋狂咁行。瘋狂咁樣唔食，唔係食嘢唔想食嘢，唔係瘋狂唔食，係唔想食嘢。但我就日日食燒肉，我食足六日，但我都冇乜點食到，即係日日都去參與啊，但係日日都冇食，瘦咗好多。原來佢哋都睇到我真係好啊，即係我成果啊！知唔知我翻到嚟，我真係覺得自己瘦咗成個框嘅話，你聽。呢個係嚇？8500。唔係，我講埋我嗰個先啦，得唔得？有事有事啦。咧，睇住你。不過，店長翻到嚟叫我食糖，我諗咗一陣，冇俾自己食，一定要繼續咁瘦落去。好，呢個。同埋我都話逃誒咩逃咗嗰個咩零咯，喺度揈啦，喺屋企。希望我揈完之後有成果話俾大家聽。套咗嗰個咩名？咩啊？嗰個咧係一個好似一個波咁樣嘅，咁你就喺度揈咯。其實你攞廿四廿四揈都得嘅。哇！少咗冇面真啊！跟住咧，一日揈成百幾下嘅要。係咪塞水咧？水樽啊？水樽都得嘅，其實有啲點寫？你屋企嗰啲叫咩？洗衫嗰啲叫咩？洗衣液嗰個樽都得嘅。哇！好重啊！喂，嗰啲有成果噶，你攞嗰支咁樣輕聲聲咁樣，算得佢都唔幹活嘅，店長有佢啦嚇。佢可能舉袋佢 OK 係啊。咁可以買啲大啲。可以買再大啲，買個嗰啲咧中東酋長嗰個 Birkin 都重到飛起嗰啲。咩啊？嗰啲咧好大隻嗰啲 Birkin 咧，酋長好興抽住我好大個，係行嚟行去啊嘛，喺個巴黎嗰個總店。四十啊！係啊，唔止四十啦，佢嗰個再大啲長啫。係咯，跟住嗰個啱你揈啊嗰個。我呢個我真係見到揈。哎呀，你慢慢揈啦嚇，有冇阻住我睇呢個啊？幾多錢啊呢個？有啊 ，Sammy。呢個55,000。新銅55,000，黑銀。Sammy， 你考慮一下啦，同埋睇下屋企有冇啲閒置咗嘅嘢。大家記住，閒置咗嘅記得 WhatsApp 店長，跟住咧換一個呢排你好想用嘅。OK。點樣？你快啲入正題啦！我去咗太空啦，已經。好、哦，入正題啦。NASA， 你去到邊度？我哋個正題。正題。講下呢啲啊。咪就係袋，你冇再得啊？降到係咪袋咯？好，係啦，喺曬袋面。好，呢個Garland Party， Garland Party 咧，呢個係藍綠色 Pre Love 嚟嘅，36上到磅嘅，幾多錢啊？呢個36
14800。14800。抵嘅，咁如果大家中意全新嘅，我哋有有黑色啦、紫色啦、積雨雲灰啦，同埋深藍色嘅。好，裏邊有一個小小嘅 CCD， 小小嘅 CC， 小小嘅 CC， 上咗薄嘅布袋，幾多錢啊？呢個好新啊！呢個 ，hello。3980，哇，好大咁點樣？越嚟越抵啦啲嘢，點算好？咦，我幫你放落去好嘛？第二嘅 wallet on chain， 咁呢個咧係 pre-love 嚟嘅，羊皮 CC， 我唔拆啦。咁呢個係15500，係咪啊？啱嘅啦，個價錢。啱啊！哇，呢個好靚啊！呢個我冇見過啊。35000，呢個要睇下啦，呢個。好靚啊！嚇？阿子，一定係新翻啦。好笑的，我告訴你，我昨晚還前晚，我的同事打電話給我，他說車仔，你今晚可不可以早點回來，我們做 live。 今晚沒有 live。 是嗎？我都有點不好意思。這個湯片來的，是啊。Hi Lily， 你覺得佢好似有 carry 嘅，俾我感覺。有朱古力啊！荔枝皮，好靚喎，35000。又可以打斜咩喎？呢個勁啊！即係滿足曬你哋嘅願望，即係打斜咩啦，又 handle 啦，又平啦，35000。這個是什麼小用品啊？晶片。好新好新，這個款式很用，我覺得。好而家35000，原價40000多，點漲話？而家呢個97新，好抵用呢、這個。好，下一個 classic 藍色銀扣，呢、這個又係好抵用。38000，藍色銀扣38000，荔枝皮。又是看表的時間了，這隻很漂亮，連這字都是黑色的，我超級喜歡這隻。多少錢呢？38來的，這隻38大size，大size很漂亮，好大的，29800。這隻真的大，29800，好漂亮。我買一些給大家看看先，真的很新喎，店長，好靚啊！呢隻我覺得你哋可以考慮。全黑幾多？打埋字先。好。另外 ，CD Vintage 超好睇。今年好靚，哇，好新啊裏邊，大，但我講咗，我照講都係啊，唔緊要。嗱，我哋有大同細俾大家揀嘅，
有人俾我喎。唔係啊，新翻嚟。我冇同你拗喎，我話知你今日翻嚟，同埋翻咧，點知咧你隻隻袋話幫我聽幾時翻，我就會照翻你講噶啦。因為唔同樣嘅，我俾你聽你就知嘅。哦，唔使話俾我知噶啦，店長話唔同樣喎，係啊。總之店長話幾多錢，你哋就話幾多錢噶啦。呢個3500，細嗰個3500，大嗰個3800，大嗰個3800，兩隻都可以打斜咩嘅？嚇？下一隻超靚嘅腿，大丈夫金扣 pat pat， 哇好靚啊，真係好靚啊！依個點算好啊？大家買佢幾多錢啊？依個呢個我哋要等陣。依個係咩嚟嘅？新銅啊？新銅啊？新銅。42800，咪好抵咯。呢個係大丈夫喎，大丈夫金扣，九嚿新，41800，大家會點揀咧？一起揀，揀曬兩隻。我梗係知道唔痛苦，唔緊要，我知道，我好清醒。下一個就是佢啦，依個係20嘅荔枝皮，呢個好難有啦，黑色再加銀色嘅頭嘅，絕咗版嘅啦，係39800，絕版，39800，呢隻好絕版啊！呢個我連好絕嘅時候，我 M 市啊都係買咗隻深啡啫，都冇呢隻色添，荔枝，係。心啡喎，得我用嘅啫喎。嚇？換只黑啦。換只黑？換 pat pat 袋啊，不如。係喎，你本身我啲 pat pat 袋。好中意啊！個 pat pat 俾人換咗。好深好深的綠色，這個是 Herbeck Pretty Lovely 的銀球，多少錢啊？你說是這裡，很多時候都會有這個情況發生的，大家都應知道，但是很深，多少錢？但是但 OK， 其他整體 OK， 但是這個要告訴大家，多少錢啊？11500，抵都抵。我想問這個是怎樣，這個不用了，我先講一隻靚東西先，好靚這隻恆山，色超級靚，你覺得靚不靚這隻色？好靚喎，店長他 mix 了兩隻色的喎，是啊，奶茶栗子，是啊，奶茶栗子，好像去吃 tea 一樣，奶茶栗子啊，整個栗子塔給我，麻煩奶茶栗子，這個真的很漂亮，奶茶栗子也是一個日本名字，陶小娟似真的很漂亮，你好像不是眼粉，什麼？我不是，我知道不是，開始越來越眼粉，不知道說什麼，多少次，奶茶栗子也可以是日本名字，OK， 39800
O K 啊，三環九千八，我真係有食，有食一個 T 嘅，唉，真係食翻個紫他先，唔好意思。聽日請你食啊！食咗啦，唔使再食啦。我要假，依家保持依個樣去揈嗰個零啊。Mandy 又買咗，我又買咗啊。我哋要喺度努力啊。咩啊？佢介紹我買先噶，佢仲要買兩個添啊。成家總動員陪佢添啊。我就買俾我自己啦，自私舉嗰啲都好大隻喎、啊。呢只可以男士都大到呢只。你舉到兩個？喂，你翻嚟啦喂！我梗係舉唔到兩個啦。如果我想扮嗰啲大隻佬咩？佢都兩個星期啊，係喎，我都想，應該得嘅。好，呢只係大 size 嚟嘅。我佢都兩日啦，不如好啲啦，咁樣 set 兩日好啲。開咪兩個星期啫，真係點解你真係？兩日冇用啊！即係兩日都堅持唔到啊，可能。4180大 size 啊，呢個。可以整細啲嘅，可以整細啲，留翻點樣幫你教啊？嗯，千祈唔好揀你。可以。豬鼻4500，全身頸鏈。咦？海袋呢？好。呢個唔係㗎。你試不試？嗯，包到咁厚，使啲假？呢個可以，我真係話唔知係咩，變相都唔知係咩，真係好難答嘅。喺瑞士做乜嘢啊？今次我哋係咪去西斯營咧？我都好中意瑞士，好靜。舒服，等我老先。好啦，唔准講住好。Birkin 啊，深啡銀，哇，好靚喎嗰個扣。幾多錢啊呢、這個？25嚟啊呢個。96,超實用啊呢、這個。好啊。銀河灰嘛。銀河灰26 Lindy 59,800，我說話24先，24細 size 橙色53,800，知道唔係，49,900。哦，49,900，點獎話？我擺住先。我睇 Kelly， 好 Kelly 25，哇！呢個係資源夫嚟嘅喎。新翻嘅積雨雲夫人購，新翻，好靚，17,300，積雨雲夫先。請問有冇2.55 mini 黑色？2.55 mini 有深藍色，好。2.55 mini 黑色暫時未有，但有深藍色復古扣，價錢超靚。27,800，暫時得呢只黑金買咗係嘛？金買咗，嗯，下次再翻或者藍色呢只可以考慮，好靚價錢。好呢只黑色金扣25 Kelly， 呢只係 pre-love 嚟嘅，不過97新價錢。嗯，我有，我冇。
143,000。呢隻係咪晶片嚟噶？呢隻唔係晶片，我哋呢隻唔係。仲有冇？呢隻。黑金 Kelly 32，睇下點樣做咩價錢先喺我度。咦，個價錢俾人邊做？65,000。好靚啊！哇！嗰只好特色嘅表，佢咧就係白色珐琅，條帶係藍色。咁但係如果你換其他帶出嚟嘅效果就會好唔一樣。而家呢個就好藝術 feel， 全新嘅。全身是11,500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字呢？很特色的旁边，我自己字不是这样，11,500，这么低，超低，超低。仲都近啊！係啊，都近啊，係啊，講咗一隻都。哦，店長話暫時因為咁多 Kelly 25外縫有冇有？我有隻好靚嘅二碳，二碳金球而家有啊 Grace。169,800，几抵啊！真系好抵喎，点解咁抵嘅？叫 Grace 快啲买好。Grace，Grace，Grace， 唔关我事喎，我知。我再嗰啲大象灰就得。好，呢只大象灰25，金扣 pre love， 好新同好新喎。159,800，好靓喎，大象金喎，25喎，即系大家要考虑啊！好新啊，呢只，呢只好新，呢只几靓嘅真系，唔系几好靓，嗯，都仲未瞓着，好靓啊！戴手系啦，呢只，全部都我觉得人漂亮啲啊！咁好靚，兩隻都靚，個個中意啦，係唔係？點啊你？係咪我嗰條鏈係咪㗎？真係可以考慮，呢隻好抵，講真。咁我哋其他嘢就留待聽日同大家再
再次分享。咁我哋听晚见啦，拜拜，听日开1:30，拜拜。